你们今天组队是很顺利吗？我没有，我落单。你落单？对。为什么？本来没人找。 没有，是我就是花了很大的、很长一个时间去争取跟景超合作，嗯，对，然后自己选择的路就变成了就没有人了，对。那景超那个是偶像剧啊？校园剧。他们那个是同龄的。你看这样就为难了。刚刚有两个男生跟一个女生是哪一组啊？ 大葱大葱的那组，要不你去鹅岛那边，鹅岛比较权威嘛。那您可以陪我去吗？我不行啊，我没吃饭。啊，结果自己的成功率可能会比较低。我就是招弟你，我就走了，我不会陪你到底。我说，这个人有些问题，你们自己解决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松吧，松都塞啦。我就松他，估计门口。对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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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对你跟瑞演，非你跟我演。好。抱一下。来，一模一样。来，搞定，拜拜。好，希望你们可以做到振宇哥想的锦超。哦哦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洛洛，你是洛洛。哎呦哥，你怎么坐哪儿了？你是洛洛。我是锦超，我是锦超。我是洛洛，我是洛洛。洛洛呢？洛洛在这儿。哦，对不起。我来拿。他吐哪儿了？王枪在这儿。哎，烟。烟许家。烟许家。烟许家，谢谢。哦，哎，辛苦各位演员，两位导师，袁姐，你好。我在演，儿导会被雷劈的。哎，儿导说啊，没有你就没有他今天哦。我没有他，我没有今天。你说错了，反了。我跟他合作那个戏，今年30周年，新不了情。哦。哦。对呀，我上中学的时候多感动啊，我就刚好住在庙街。我说没有，明明是10年前拍的，怎么可能30年呢？对，看起来大家没变啊。嗯。那这个晚上我们吃夜宵，我们再聊。我从来没有跟你吃过夜宵，我多怕你啊！我们以前在拍他的戏的时候，都不敢在他100米之内出现，或者是开玩笑。你看。你看。这个就是高手了，人家说今天晚上吃个夜宵，他就说我从来没跟儿导吃个夜宵，所有的撇清了啊，我们是凭实力来的，多厉害嘛！啊，你看多厉害，这个老前辈啊，不，这个前辈，谁老啊？我说啊，我这个后辈向你前辈学习，前辈在这儿，好。我们有一位新的学员加入，欢迎孙承霄。哎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好，我叫孙承霄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谢谢。欢迎。另一位是荣子熙。各位啊，今晚那个试镜呢非常重要，你们当中呢只有4组搭档可以拍摄本阶段的影视化作品。哦。11对，就有7组不行。优萃有机无限超越，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超越时刻。太感动了。我说吧，我就觉得如果光外形 CP 感，是 OK 的啊。但是呢，若涵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你还是用嘴演戏很多。
而且在之前的片子里面你自己要留意，因为每个人的缺点要自己看，因为你们没有以前他们去拍 TVB 这种从早拍到晚，训练班一出来就跑龙套，每天演每天演，也没有人教的。成功的那些演员他是透过跟那些前辈去看他们怎么演，他去请教的，没有现在那么飘。现在你们都没空的嘛，对不对？每天刷手机嘛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拍同类戏拍太多的时候，那就很难了。很内心的表达方法哈。洛洛也是，你演的时候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现在这种戏的一个套路，把词儿说了，做一个很简单、很肤浅、表面的表情，没有感受再反应，感受再反应。我们看了。知道那个剧情你们想说什么，但是问题是不够扎心。身体的接触是很多时候可以有另外一种感觉，就让人看着很痛的。啊、你们对白够了，但是表现不够。平常都不出手了、啊、那一只手。哎讨厌这个人啊！救命啊！老师每次这样，我就是有点开始发癫了，我就好害怕。你终于把那个手救回来，我们先见到他不是残废的了。得了了，绝了你，真的。没得评了，何乐乐，太开心了！今天晚上幸亏有你，来吧，开吧 ，Go！ 你哎呀，你手干嘛呢？你这残废的画家吗？你这绝了！你可以一直插在刀兜里。女的，这个真的是你演的怎么可以？但是。对于一个一直插着兜的年轻人，真的不值得你去这样，是吧，何乐乐？是是是。为什么呢？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呢？偶像剧的帅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觉得还好吧，只是他可能就是不知道那个肢体怎么放。不是。好。好。看你们最后表现怎么样了啊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何乐乐了，印象深刻啊，因为拯救了一个有残疾的艺术家。哦，可以。哎，我问问你们的这个，我的概念里面所谓 CP 感，就是要看起来很像情侣那种，是这样吗？是看起来就是偶像剧那种 CP 感嘛，对不对？